期三點一零 A 叫你咧揾翻個 direction of opening 啦 ，y-intercept 啦，同埋 x-intercepts of the graph of each of the functions。咁就都係照做啦 ，y 對 x 次加四 ，x 加三啦。要先去講翻咧嗰個嘅 coefficient 啦。個 coefficient 咧 of x 二次 ，x 二次前面個數字係一嚟嘅，啊冇寫即係一噶啦。咁係大過零，所以咧嗰個 the graph 咧係 open。upwards， OK， 咁然後咧就再計 x y intercept 咯喎，咁你 put 翻 x 等於零啦，咁你就有 y 等於三，你再 put 翻 y 等於零咧，咁你就有 x 二次加四 x 加三等於零，咁括號 x 加三 ，x 加一就會等於零啦，咁計翻出嚟咧 ，x 等於負三，我話 x 等於負一。咁你記住喎，寫翻結論嘅時候咧，個 x-intercept 咧係要咁樣寫嘅，唯一接受寫法 x-intercept are negative three and negative one 嚇，只可以咁寫嘅啫。而個 y-intercept 咧就係三啦 ，OK。咁呢一度咧就請同學你留意翻啦，個三呢個就係出咗嚟三負一啦。咁另外咧。这个三呢就出咗喺呢個位嘅。B part 啦 ，y 等於負二 x 負二 x 二次加五 x 啦。咁啊做法一樣嘅啫，一開始嘅時候咧，咁寫翻 coefficient， 由於咧個 coefficient of x square 咧就係等於負二細過零，所以啦 ，the graph opens。downwards， OK， 咁就再計翻個 x y intercept 啦 ，put 翻個 x 等於零，咁你有 y 等於零啦 ，put y 等於零咧，咁你就有負二 x 二次加五 x 等於零 ，OK， 咁你有咧二 x 二次啦，減去五 x 等於零，抽個 x 出嚟，咁你有二 x 減五啦。等於零 ，x 等於零，我話咧，你個 x 係等於五 over 二。寫翻結論，咁就係咧 ，x-intercept 就會係零啦，同埋五 over 二。咁另外 y-intercept 咧就係呢個零啦。咁都係啦。抄翻呢一度，呢個零同五 over 二咧就係呢個嚟嘅，然後咧呢一個零咧就喺呢一度。